十二章。兄弟啊，恁着谨慎，行到恁中间，检查有人藏毋信的歹心，离开真活的上帝。所以恁着趁还有通叫做今仔日的日日三劝勉，行到恁中间有诶犯罪，袂去来硬心。十四章。因为咱若持守起头的深信，坚固到落尾，就有分伫基督。庄亚伯讲，今仔日恁若听见伊的声，就毋通公言恁的心，亲像伫激我受气的时。十六章。因为听来激受气的是一罪啊，遐毋是对摩西出埃及的证人嘛？上帝四十年久。所无欢喜的是一罪啊，皆毋是犯罪，心思倒伫旷野的人嘛。上帝咒诅毋准入伊的安息的，若毋是毋信他的人是一罪啊。对安尼看，因袂入，就是因为无信。先跟大家接，接下来请圣歌队来赞。